早上好啊，各位大大们，今天我们来去原点的，一大早开车一个小时到 Bestari 扎呀，然后人骑后就出发到 Sekinchan 去。其实这路线我不陌生，因为这是我回看喷的路呀，不过骑脚车的话还真是第一次呢。说实话，回程时这边很困难，头上顶着大太阳，前方望去无止境，百分百耐力的考验啊。话说昨晚下雨了，所以今早的空气很冷爽，这也是骑车的魅力，可以享受早晨了。好了，到我开工了，不能一直躲在后面哦。就所谓的破风啊，其实还真的有这回事，队友在后面还真的会没那么累的。话不多说，走起。这条路其实还是刚刚直直去的那条路，好长好长啊，我也没力了再晃车身了，坚持多一下下呗。飞追到火车头了，哎呀，吃水了，不好了，队友看了我一眼。Oh, no. 大哥误会了，我只是闪水呀，完了，他又开枪了，慢点啊，我累啊。好的，经过我的 campon 进去转一圈，顺便去拜拜，保佑出入平安。每逢过年，我跟家人都会到这庙来拜拜的哦，有经过这儿的车友也可以来拜拜参观哦。在这稍微休息一下，然后继续前进。遇见车友打声招呼，礼多人不怪，无礼没人爱，嘿嘿嘿，记得要说声嗨。哎，怎么修路了呢？哇，好灯啊，慢慢来比较好，以免翻车。等等，队友掉队了，我们等等呗，不落下任何人。 OK， 继续往热浪沙滩前进。到了市耕庄，两边都是田园，这样的风景好舒服啊。现在要过对面去热浪沙滩，遵守交通规则，安全行驶，人人有责。好了，今天差不多到这吧，我的GO破没电了。这条路虽然不多斜坡，可是挑战在于大太阳和一条无尽的直路，很好玩的路线我还会再来的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